名就是土丁信，土丁信你知道哈？今年85岁，我伫盐务吼有一个结缘啦。我细汉老爸老母在拍盐，当然我迄阵一二年咧读国小，哦，我会晓啦，啊，就来盐埕甲斗下手，哦，啊，斗下手，当然你日日伫盐埕。盐埕的过程，哦，我嘛足了解啊，年久未深，我嘛足了解。甲国小毕业，我嘛足了解了，也甲斗帮忙斗，四十人斗拍盐啊，二二月甲转去台湾啦。四十人年是月十，二月十二转去台湾啦。所以我服务的过程，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对啊。服务37年，加个月，所以我退休后，厂长伊就提拔我做伫台盐盐务总局啊，搁再做制盐技术员，诶，即个临时工，一日1000块，诶，啊，一个月3万，我退休迄阵53000几，每个月，但是我无同意，无爱，伊讲你我退休毋是讲全部拢请你啊，因为你服务真好。你孙仔大汉，啊，你也未包工，也未花天酒地，你的日子歹过，所以啊，你加点啊赚，较未好赚，对啊。做一个很好的30年以前，所有的盐啊，我生产就土地我的啊，拢大家个人的啊，啊，生产起来我要卖别人啊，无紧，哦，我生产全拢会使，卖上，那是说实话。即摆中日战争，日本人听到咱台湾人。讲尽量合作共赢，哦，啊，咱台湾人拢是祖国来啊，哦，拢是祖国来，啊，有日本人统治啊，哦，安尼啊，安尼的是日本，咱台湾人呛声讲尽量合作共赢，安尼哩，啊，日本人听到安尼尔吼，起码作歹，作愤慨，哦，伊即摆怎啊严定敢征收伊，讲我的战备啊，哦，要做武器有诶无啊？就要用盐啊！啊，然后你台湾人甲我熟起来哦，啊，我都免收钱啦，我要甲你征，要强制征收啦，唔卖拍下卖。台盐结束的原因就是两种，第一种这个行业啊，是拢靠人力靠人工，啊，出来风吹日晒，初冬的无来。伊要去读册，要进修，啊，少年人拢无啥物做，所以拢老在做啥个啊？啊，直直无工，直直无工。第二点，台湾较食落雨，啊，成本较悬，看地食饭。哦，啊，台湾古早人讲，有浪就无落，无浪个，每个月都有下雨。哦，所以啊，晒盐上惊雨水。哦，啊，你若日头乌云早咧，佫无要紧哦。哦，啊，落雨上惨。路融坏，水透井，大概排水还阁入来安尼。这盐工哦，愈来愈请无对啦。啊，世代潮流，世代变哦，即个工业区哪来哪做哪来哪做，唔比向时啊讲啊，阮老爸往生去，阮乖乖啊，就来继承伊个盐埕，靠饭人食，敢是安尼？迄啊无勤劳的人做啊，无服务业啊，即啥物勤劳的足多，少年呢？哦，要找苹果，我要做这种行业啊。我是个退休，过来对这来，原因就是感染，哦，结伴，细汉参许多人来拍盐嘛，哦，啊有缘分，有热爱，有迄个缘分，哦，啊，这个在遐退休，搁在带领时。啊，即摆来个转型文化，个转型盐业文化，个转型观光，哦，所以我对这个盐啊，缘分真爱啊，对啦，哦，啊，我足爱传承的，传落来的，因为我伫盐务服一生服务盐务嘛，一帆风顺，啊，我爱传承给人啊，哦，这是应该啊。